讲一下肿瘤的这个临床表现，或者说患者自我的这个感觉症状，一般是没有症状的。等有症状的时候，对于恶性来说，一般都是很晚了，比较晚期了。这些表现在声音嘶哑，就侵犯了神经以后，可以出现声音嘶哑，或者是影响到气管、食管这些脏器以后，会出现呼吸困难。和吞咽不适，这些表现，因为现代医学这个发展和我们经济条件的这个改善，我们很多人就不会等到甲状腺肿瘤非常大的时候才去看病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甲状腺肿瘤症状几乎没有，就不会有什么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发现了。因为这个甲状腺肿瘤啊，在30年、40年以前，一直往前100多年时间里头，甲状腺肿瘤都非常巨大，一般都是5厘米、10厘米，甚至更大的瘤子，在那个时候是有表现的。那么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来说，甲状腺肿瘤几乎没有什么症状，但是没有症状不等于这些病，可以忽视它。因为肿瘤有一个治疗原则，肿瘤治疗三原则已经确立了几百年，那就是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个甲状腺肿瘤这种情况的话，还是要遵循肿瘤的治疗三原则，不要等有了临床症状，有了不舒服再去看。